不速成变，冰心之剑，钟灵毓秀，出长成蓝甲少年，碧花秀月，沉鱼落叶，路过眼界，大姑娘看直了眼，山崩于前，他人风度翩翩，直到遇见为无限。原本他是双臂之一，天下无敌，怎么后来家训名誉全都抛弃？冰山那是一招完了还挺可惜，你要问是谁，他名字叫蓝忘机。听之鬼有很大压力，束缚大人很生气，还想赶走魏婴，往你忠诚打击，你却爱上垃圾，真是岂有此理，滚去给我找家训。是吗？藏书阁里藏着秘密，十五岁起变动期，但绰绰春心，他字无限，大名为影，一领老祖，怕是我心头小娇气，他遇了我，我就只想天天嘴里无事快闭眼。就我一个光天化日头巾为影，是谁我就告诉你，承让了，在下名叫蓝忘机，偶尔出自鬼还蛮有压力，束缚大人别伤心担心急坏身体，为应这个窒息其实还挺讨喜，机智伶俐，情商颜值都不低，大哥也说挺跟着魏婴骑着驴一起大山骑，大完山骑去看看他娘家闺蜜，江城这只单身狗依旧臭脾气，别看不惯魏婴，不定日后做主意，就我一个敢要老祖这里那里，就我一个高等老祖下不了地，天天就是天天少一次都不行，叛逆就叛逆，谁说不我跟谁急，光天化日敢偷情为影，就我一个喝点酒还敢去偷鸡，你若问起我是谁，我就告诉你，谁让了，在下名叫蓝忘机，在下名叫蓝忘机，姑苏蓝儿最霸气。